由砗磲蓓为材料，整体缝制高达90000粒的泰雅族蓓珠衣，102年公告为台北市一般古物，这回首度在文献馆展出，精巧的手艺工法，百年后依然令人惊艳。那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呢，大概是用数万粒的这个砗磲蓓，把它磨成像绿豆大小的一个小珠子，缝制了这个蓓珠。所以这一件呢，在可以说是文献馆的镇馆。台北文献馆欢度70岁生日，特别规划典藏特展，以纸上浮生、绘声绘影、一夜台北等6大主题，精选超过100件经典文物，带领民众走入旧时书房、画室、原住民家屋、电影院的情境中，穿梭文物的故事宇宙。我是认为啊，发生在台湾土地上的就是台湾的历史，都应该把它忠实的保存下去。后世要怎么去判读啊？一个而且我们要去做回推的，后代人的事，我们后代是作为文献的，就把它好好保存。这些历史文物和史料是大家的集体记忆。文献馆过去70年来做了很多搜集与保存的工作，期待在未来的时代能继续传承给下一代，让他们成为台北历史的一部分。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。